拜师先生，刘民图在展览之前，我悄悄拿去照了相，留下10张玻璃底板。哎呦，那太好了！你快去把那个玻璃底板啊印成相片儿，给碑鸿看。嗨，你这个人也是，这么多年了，你这个照相的事儿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呢？ 光复之前，我怕拿出照片来再惹祸，让日本鬼子把底板抄走，我就真的不要再活了。碧红，曹师傅呀，把秦先生家的那棵石榴树依赖了。白石先生说呀，这棵石榴树依赖为我们贺新居，二来助我们多子多福。他人真好。哎。 丽丽来信都说什么了？啊，她说，他们已经搬回那个小楼了，江碧薇非常的惬意，但是就怕我们跟他争房产。那怎么可能呢？那有悖于我们一贯的做人原则。就是。先生，一位蒋兆和先生求见。 请啊，你先在这儿待着啊，请他进来。徐先生，你来了。 小先生，你喝茶。哎，好。1935年，我到北平以后一直没见了。是。42年，我去沦陷的上海，一心想见到您。 可您，1942年，我刚从南洋、印度筹赈化款，回到重庆。筹赈化款？对。卖花捐款，捐给抗日将士。哦。因为抗日战争，做了不少贡献。 我只是尽了一个中国人该尽的最起码的责任。蔡廷锴、蒋光鼐二位将军的画像，你还保存着吗？ 我还保存着，淞沪抗战的时候，你画的2位将军的画像，印发全国，和19路军抗日宣言，一同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那个宣言你还记得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你我们。 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40000未死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悔过。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其实，淞沪抗战时。 看到日军轰炸闸北，难民流离失所，惊恐万状，我就萌生了创作《刘民图》人物长卷的想法。后来在沦陷的北平、上海、
又亲眼目睹了大量的难民生活的惨状，轰炸、逃亡，这就是我要表现的主题。我听朋友们介绍过这幅作品，我急切地要把它画出来，可是大量的纸、木。 大量的模特都需要钱，可是我没有钱。是，我拿了汉奸殷童的钱，但是我没有泯灭沦陷区艺术家的良心，要用画笔。 揭露侵略罪行，揭露战争灾难。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画完了流民图，在北平仅仅展览了一天，就被日本宪兵给禁展了。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展览后，又被日本储备银行设下圈套给没收了。 这个流民图，你是在日本给那个老太婆画像之前画的，还是回来后画的？回来以后。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这是沦陷区反战的巨作呀，是揭露战争罪恶的史诗，这是中国的画呀，啊，是时代的画，大众的画，自己的画，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也绝无仅有。难怪日本鬼子这么仇恨他呢。1943年10月29号那天，流民图在太庙的大殿展览。 大殿里临时搭建了30米长的木架，木架上绷着藏蓝色的布，巨大的画卷就挂在布上。那天，大殿里非常的肃静，观众都自然地排成了队，缓缓地从画前走过。他们仿佛从画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忽然，一位观众向我透信儿，说有几个日本人在画前指手画脚，他们指着画中那几个围抱在一起的妇女，说画的是日本飞机轰炸。这个观众懂日语，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在想，那最重要的一笔被日本人看懂了，真的要出事儿了。 我虽然有思想准备，但仍然不敢相信。事到临头，我心里的确很紧张。傍晚，日本宪兵就包围了太庙，一队荷枪实弹的伪警察闯进了正殿。他们赶走了观众，关上了大殿的门。有的说要撕画，有的说要把画烧掉。
后来经过艰难的交涉，他们终于同意容一天时间把画撤走。骚乱过后，警察和宪兵都撤走了，太庙空荡荡的。昏暗中，当最后一个警察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 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个礼，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就这样默默地走了。我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激动极了。之前的紧张没有了，我不再彷徨，不再畏惧，不再痛苦。 也不再害怕，尊严，做中国人的尊严，我把它给了自己，给了他，也给了北平人，我感到一生无憾了。 抬起头，从容地走了出去。外面已是黄昏，暗淡的墨色笼罩着天空。静雯啊，你快把我给赵和画的那幅画拿过来。 赵怀啊，请你把这幅画转交给你的夫人，告诉她，这是淞沪抗战时候赵贺。谢先生，谢先生。 现在那几个汉奸校园就是拿着蒋兆和说事儿了。他说：“您和蒋兆和是好朋友，看您到底留不留蒋兆和？”“留不留蒋兆和，不取决于他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会因为我们是故交而丧失了原则，不该留而留。我也不会为撇清自己而伤了朋友，该留而不留。”蒋兆和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 这你也知道，刘铭图的照片你也看过。哎呀，他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跟妥协、社会生活的压力和对艺术的纯真等等因素，和当时的日伪头目关系密切。不过他还是把内心对敌寇的仇恨义无反顾地画了出来了。面对侵略者，大胆直言，刘铭图。 就是对日寇、文化、童话、大东亚共荣，面对面的宣战不容易啊，这需要勇气，需要骨气。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中国美术史跟世界美术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哎呀，我也是这么看。再说这蒋兆和是教人物水墨画最好的教师。 怎么办？哎，对了，让蒋兆和做不占名额的兼职教授啊，先教起来再说呀。啊，这个办法好啊，先生，我看您呐，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这几个汉奸教授，我谅他们也不敢闹。如果真要是闹起来的话，我就把刘铭图的照片拿出来让他们看，看他们哪个敢比。 关于教学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你们尽管提。徐校长，吴主任，如果老师的作画水平还不如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他算称职吗？他配在我们艺专任教吗？他自己都画不好，还过来教我们，而且地位还不低呢，是个教授。我们系里面只有两位教授，其中一位就是他。你指谁？在这里可以说出姓名来，不要有顾虑。申都，对，一点都不错。 有一次画素描，他替我改了几笔，把我的画改坏了，改得毫无道理。后来我又画了一幅，把两幅画拿给大家看，谁都说他改的一点都不好。对，新的北平艺专就要开学了，请问徐校长、吴主任，难道还要这样的冒牌教授继续教我们吗？他想在这里混，我们可不想在他手下混下去。如果学校不宣布对他撤职，那我就只好宣布退学。退学是的，绝对要退学。大家安静一下啊，咱们按顺序发言。同学们啊。 过去，你们有没有向学校反映过这样的意见？反映过呀。反映过，反映过不止一次呢。但是没有用啊。我们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学校一定要留住这个草包教授。徐校长、吴主任，你们来主持艺专，我们非常的高兴。调整师资的事儿，你们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啊。申都教授吗？我在巴黎的时候认识的。 术业无成，徒有虚名。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背景啊。来到这么大，不管有什么背景，我们必须辞掉他，不能误人子弟。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等着他。哦，对了，新入学的学生要吃开口奶了，你一定要组织。 优秀的教师来教基础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一二年级一起学素描，三年级再分班。嗯，徐先生，徐夫人，啊，刘师傅，来了，秦涛，来来来来，这几幅画，你拿回去裱，用铁鸡翎。 万梓团凤翎，葵花翎，还有这幅画带出过展览很多次，有些磨损了，你再重新把它接裱一下，啊。好，记住，这个画杆的轴头要用牛角轴，啊。都记住了，您放心吧。嗯，那徐先生，我先回去了，好吧。 你走了，慢走啊！飞鸿，你的信。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刘伯叔啊，才10岁呀，上小学4年级，你看他临的多好啊！ 简直就是神童啊！千里之外呀，我又得到了一个聪颖过人的小学生，我高兴啊！我要给他写封信。这样小孩子的信你也亲笔写？我看呐，你工作又忙，身体又不好，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来信啊，你还是请秘书帮你写吧。静啊，你不懂。 如果是我给他们回信，即使写的短一些，也会给他们以很大的鼓励。年轻人需要鼓励，尤其是那些进不了美术学校而又有才华的人，我更有义务去关心他们。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呀，好了好了，你赶快回去躺着去吧。嗯， 好。 徐先生，有位什么处长来访？您是徐悲鸿教授，校长啊？我是徐悲鸿。哦，方处长，有何贵干？这是申都教授的控告信，这事儿你说说吧。
从片上看，方处长不是在教育部门供职吧？是啊，那又怎么样啊？那你有什么权利过问我们学校的事？这我凭什么跟一个素不相识的，而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人来谈我们学校的人事问题啊？徐先生，你甭跟我装糊涂，我是干什么的，你该明白吧？我真不明白。好，那我老实告诉你，申都教授是我们的秘密人员啊。秘密人员？谁的秘密人员？哪里的秘密人员？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你当然不知道了，可你知道不知道陈立夫，陈果夫先生？知道一点，知道一点就好。他二位是我们中统的首脑。中统首脑和申都有什么关系？那还用我说？方处长，那边请。当然用说了。申都教授是我们中统的重要人员，他在二臣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哦，哎，可我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机构，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美术学校。你尽管徐先生不是我们的特工，但毕竟是著名的爱国画家。申都教授也是一位特殊的爱国人士。说到底，咱们是一家人呐。一家人呐。是啊，抗日战争时期，申都教授的家里设有我们的秘密电台。哦，他对抗战是有功的，因此必须给予照顾。抗战有功当然可敬啊，你们尽可以论功行赏，给予安排嘛。人家是美术教授，当然要安插到你们那里了。再说，人家在法国还留过学呢，我看这样的人才，在你们艺专还找不出来呢。鄙人就留学法国，而且和他是同学。哦，那更有同窗之谊，你更了解他的实力了。正因为了解，才请他另谋高就。徐校长和申都教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我跟他同学的时候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回国以后也从来没有联系过。我想都没有想到过，他竟然会成为北平艺专的美术教授。你没来之前，他已经是艺专的教授了，凭什么要把人家解聘了呢？前任之事我不加评论，现任我是校长，我要对我的学生们负责任。对学生负责？那你置党国的利益于何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只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美术学校的校长。我只知道选聘优秀的教师和培养合格的学生是我的天职。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在教师里边滥竽充数，也不会拿学生的前途来照顾什么秘密机构的秘密人员。这么说，你是非要解聘不可了？是。你说他画得不好，滥竽充数，不能教学生，可是我们认为他已经画得很好了。他画得好不好，不能听我一个人说吧？这自有公论，你们可以向艺专的老师和学生调查嘛。你们还可以向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去调查他的学业状况。不必这么啰嗦了，凭他的留学经历和他教授的资格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既然你们认为他水平高，画得好，你们就聘请他吧。在我主持的学校里，
绝不聘请任何一个低能的人担任教授。好，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事儿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徐悲鸿，我要把你告到中央组织部、中央教育部去。好啊。哼。太不像话了，简直就是以势压人嘛！我原来以为到了北平能够脱离这些是非漩涡呢，真没想到。哪里都不是世外桃源。刘伯叔的信我还没写呢。哎，我这气还没缓过来呢，你倒像没事似的，还写信呢。哪能让他们乱了自己的方寸呢？该生气的应该是他们呐。静儿，你这大谎还差点。哎呀！怎么了？哎呀！你到底怎么了？我肚子疼。哎呀！哎呀！我陪你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怎么样，先生？您夫人是早产，大夫准备马上接生。怎么会早产？原因很多，劳累啦、情绪不安啦，都能造成早产。我能进去看看？哎，这里是男士止步。看您这么个岁数，是第一次有孩子啊？哦，我可能问的不太礼貌。没关系，没关系，我太太是头胎，我真怕她出什么问题。我们沈院长啊，是妇产科的名医，他亲自接生绝对没问题，放心吧。哦。您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们来的突然，要不您回去拿点孩子需要的东西。不是东西，东西我都带来了，您看。小衣服，还有这个，这些都是他姐姐寄过来的。嗯，挺漂亮的。你这没戒指呀？啊？也没小被子。戒指？哼！大夫，刚出生的小孩还戴戒指？不是戒指，是戒子。嗨，这是北平话，就是小孩用的尿布。没看他放尿布，那我赶快去布店去买吧。哎，回来回来，不能用新布。那用什么布啊？新布啊，太硬太硌了，孩子皮肤那么嫩，怎么受得了啊？是是是是是。要用干净的旧布，最好是旧被里什么的，撕撕就得。哦。大人的旧衣服也可以。好，谢谢。哎，大夫，这个小孩的棉被北平哪有卖的呀？还有棉被里面的棉花套，这我可真不知道了，只有卖棉花的。再说献血来不及呀。是。哎，您家有不用的大棉被吗？有啊。大改小还不容易，您呀拆一床，被里呢撕成戒子，棉套呢剪成小的，马上就能做出一床小被子。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呀，焕然一新啊！你真能干，哎呀，真有品位啊！小帆，齐白石画展，我买了两幅画，你来看看。嗯，买了就好。哎，悲鸿一直很推崇齐白石，他的眼光不俗的。他的眼光太高了，他死看不上那个申都，申都被逼无奈。只好告到了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申都？嗯，不就是当年鼓吹以族报国的那位吗？啊，大冷的天
他不许男生戴帽子，让女的穿镂空皮鞋。当他一宣布，笑得大家都直不起腰来。刘知事的太太笑得都岔了气儿了。倒不是我偏袒悲鸿，深度化的那两下子，你我在巴黎都见过，的确说不过去。他连美术学院都没有毕业，怎么当教授啊？可他忠于党国呀。在世事纷乱的当今，这一点尤为重要。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啊？今天陈立夫和朱家骅二位部长分别跟我打招呼，让文化运动委员会出面调停，请徐校长高抬贵手，聘请申都为教授。我说，徐悲鸿把文化运动委员会放在眼里吗？哼，这一点我实在无能为力。还请二位亲自出面吧。结果呢？结果他们只好答应写信给他。我看没用，别说是陈功、嘉华兄，就是蒋委员长的手谕，他也不会买账。我算是知道他。他不是一贯标榜自己抗日救国吗？申都又为抗日做过事，他怎么死活不答应呢？他不是反对抗日的人。他是反对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耽误他的学生可不行，学生简直就是他的命。第一次他在北平艺专遭遇了倒徐风潮，他退守了南京。这一次如果风潮再起，我看他还往哪儿退？现在不比当初，他人多势众了，你们恐怕奈何不了他了。是吗？哎，我要真和他枪对枪、刀对刀的，你向着谁啊？你说呢？哎，你说在北平艺专，徐悲鸿最倚重的人是谁啊？国画的头牌当然是齐白石，西画嘛，首推吴作人。好，你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刚才你说他人多势众，说得好，我正要从这儿开刀。我要把他的爱将，收编的收编，击垮的击垮。这怎么可能呢？又在做白日梦。别说齐白石、吴作人了，其他的那些人全部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得意的门生，你能撼得动？那就要看有没有谋略喽。比如，这次齐白石来上海、南京，你以为是他自己心血来潮？那是我精心安排的。哦，你怎么对我也不露一点口风？陈立夫、朱家骅的信看了吗？啊，我看了，还说什么从大局着眼。这说来说去，不是还是希望我们启用深度吗？您看这事怎么办？不管他，什么从大局着眼，学生的前途才是大局。我们不能眼看着艺专成为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横行的天下，坚决辞掉深度。要是这陈立夫和朱家骅不同意怎么办？让教育部撤我的职号了。告诉同来的同事们，一定要以优异的教学来吸引、团结同学，占领阵地。好。还有，贫困学生助学金的发放，一定不能落到训导处B二三那些国民党党棍手里边，确实发放到有困难、品学兼优的同学们手里边。这方面您放心，我一定会寸土不让。嗯。您好，请问是徐悲鸿先生吗？哦，我是，什么事？徐校长，我叫曾庆江，我想考北平艺专。你来晚了，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明年再报考吧。徐校长，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考试的机会？我在报上知道您在北平艺专当校长，专门从西安赶过来，我走了40多天才赶到。为什么走那么久啊？我没有钱，只能靠走路。
偶尔能扒在火车上，我就趴在火车顶上。谁知道从西安到北平的道路堵塞不通，只能先到上海，然后从秦皇岛再到北平，这才耽搁了。在北平住的什么地方啊？我昨天晚上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店里。以后打算住在哪儿啊？不知道。快去。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就死了，一直住在亲戚家里。十岁开始在外面做工，好不容易读完了小学、中学。徐校长，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还跟赵望云先生学过。有作品吗？有。来北平的路上，我画了点难民的写生。蛮好啊。这样，我收你做旁听生，明年再考正式生。在北平上学，靠什么生活呀？还不知道，带那点钱一路上省吃俭用还是花光了。北平有亲戚吗？没有。你会刻蜡板吗？中学的时候学过。好，你就为学校刻蜡板，每月发你生活费，住宿嘛你就住在艺专的学生宿舍里，我马上通知吴作人主任。谢谢校长。哦，对了，哎，等一下，还没吃早饭吧？没呢，昨天晚上也没吃。拿着，去买些早点，这些钱够你这两天的伙食费了。不用，校长，我半工半读不就能挣着钱了吗？学校也不能提前预支你的工资啊，你也不能饿着肚子嗑蜡板啊。拿着。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啊。这样，中午跟我回家，我给你拿两件干净的换洗衣服。不用，校长，我这件衣服洗洗就能穿了。洗完了，穿什么呀？你也不能光着身子穿棉袄吧？我也没有什么好衣服。我这个是扒在火车上，火车钻山洞，这呛得眼睛睁不开。这兜里能装下半兜灰。好，你先去买吃的，一会儿我带你去见吴主任。谢谢校长。好好好，快去吧。哎，同学们，这幅作品是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的《墓地的上空》，表现了威严的自然力和渺小人类悲剧性的矛盾，洋溢着巨大的忧郁。在创作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弹奏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那悲哀肃穆的旋律化入笔端，形成了列维坦最具悲剧意义的作品。同学们，什么是创作画？它是经过作家的气质过滤之后的自然的一角。如果没有这种过滤，那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啊，今天我给同学们介绍了三位俄国著名画家的作品：苏里科夫的《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列宾的伊凡雷蒂沙子，还有列维坦的风景画。大家在选题创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揣摩。下次我再给同学们讲解几幅法国浪漫派和印象派的作品。这样，根据会上通过的名单，马上通知这些学生过来领取助学金。哎，吴主任，吴主任，这个事情没有必要这么匆忙吧？哦，现在物价飞涨，钱放在学校就毛了，
还是早点啊发给学生的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这个事儿还有点异议。有异议？哎，这份决议是你作为训导主任在充分陈述完个人的意见之后，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和投票才产生的，你有什么异议啊？这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研究发放助学金的问题确实是由我来主持的，但是我只是占一票而已。你是教务主任，一呼百应啊。毕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我们看成听命于吴主任的表决机器了？来开会的美术系、音乐系的各位老师都是有头脑的，绝不会盲目听从于谁的意见。我们发放助学金完全是按照助学金的发放条例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秉公办事。苗教授，我跟你说话了吗？你是没有跟我说，但是作为与会者，我有权亮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你的话是圣旨吗？我只能乖乖的服从，听之任之。再说了，今天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穷尽造化，探究人生。